谢谢蔡志宏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志宏，是，你一开嘴吼，这首歌曲其实你也未开嘴，我刚才听到歌名，我感觉你要唱足困难的。哎，我感觉你要驾驭，尤其是男生要驾驭这首歌，要入歌有较困难。然后呢，没想到你一唱呢，我非常喜欢。谢谢老师，足感谢的。阿妈足介意你嘅人诶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嘿，因为你是一个真有人缘嘅囡仔，你就是个欧巴。我觉得你在这个舞台是可以发光发亮的。然后，我希望哦，你的你嘅声音遮尔啊，水利基本功夫够 OK 哦。再来的就是你要去想象，你幻想也好，你若万一今日你坐起，你有啥物怕算？加减认识台语啊，顺便个搁加听一挂歌嘿。我这个舞台是啷叫做全国唯一的全台语的歌唱节目，就是希望会当将台语歌传承以外，会当予咱后一代囡仔对着台语会当讲哎，愈来愈会晓讲，是哦，不要让他说哦失传，也就是讲觉得他是怂的东西，怂的文化没有。如本土如国际，所以我希望呢，如果你坐上去，希望将台语能够更传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们直接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志宏老师好。你其实进歌的时候，其实我听你的声音，其实我还蛮替你担心的，因为你的嘴巴基本上是在低音的时候是没有张开唱的，是比较闭口的感觉。是。那如果以这样的感觉，是听起来的感觉是不是很清楚你在唱什么？其实，但是一直到副歌的部分，我吓一跳，因为你的高音非常漂亮，我非常喜欢你的高音。谢谢。所以你知道整首歌上下来，其实你的缺点就是可能就是你在低音的时候，其实你唱歌是在嘴巴里面没有唱出来的。好，如果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做改进的话，再做修正的话，其实会更好。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